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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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就是营业额的。有谁是没有听过的？举手让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做一个调查，然后下次我们安排曲目的时候，就尽量安排一些比较你们听过的曲子，比如《小叮当》之类的，听过吗？这个曲子，爸爸听过吗？爸爸，你听过吗？你呀、啊，有听过吗？这样的音乐，有听过？哎呀，非常棒，果然，大家都是有看动画的。都是有一个童心啊。接下来，我今天觉得很别扭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很不够，就是没有释放自己那个能量，包括我舞台上的。其实他们感觉今天他们下午彩排可好了，只是刚才的在舞台上大家好像便秘一样，很辛苦。我听得你们可以完完全全释放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要躲下不准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完完全释放这首歌呢，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听到这首歌，我的身体不自觉就会这样。啊，看他跳舞，看他跳舞，不，好，哦对，这首歌就是我想全马来西亚应该没有几个乐团做这样的曲子，尤其是用华乐，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感觉，竟然可以做，哎，你们不要丢我脸啊，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音乐，
让人家听起来就女的很想拥抱男的，男的很想拥抱女的，哇，这种感觉太美妙了。这首歌叫做 Liebe Tango。 哦，对，